我諗下諗下咧，我都係想去法國旅行啊！去法國咁我就可以去 Paris shopping 啦，跟住我哋又可以去 Eiffel Tower 喎，我哋仲有啊可以去 Chamonix 度滑雪。喂，你都覺得好 idea 咧，但我未執行李啊！但系咧，其實機票咧我就喂，係咩咁快做咩啊？你打我嚟呢度啊，唔係又話咩感受法國風情喺度敷衍我啊嘛？成日都係。不过呢度装修湖水蓝色是我最喜欢的颜色，既然有些法国小店的风情，好啦，算了，看吃什么事，狠狠地吃个旧盘，吃翻张法国机票回来，孤寒地吃。哇，好靓啊！哦，这个呢就是那个 lobster carpaccio。分俾你食先。哎呀，要擠啲檸檬汁。係啊，哇！上面嗰啲係我好中意食嘅牛花花 sprouts 啊。我平時咧就會食沙律啦，或者三文治嗰陣時咧就會夾呢啲菜，但唔知同龍蝦一齊食會點咧？咦？呢、這個就係個 menu 所講嘅 wasabi caviar。它就不是真的 caviar， 就是 wasabi 来的。其实我试一下先，借吃这个。都挺公鼻的，快吃一口龙虾，中和一下。这样捞在一起吃很特别哦。这龙虾很鲜甜啊。跟着呢它很重海水味，所以是咸一点，但是配合上那个 wasabi caviar 和那些 alfalfa sprouts， 全个整体上很 balance， 很特别啊。这个未未试过，比我想象中这个配搭真的很好，没想过它会是这样的味道。 Yummy， 算你有些新意呢。哇，好靓啊，好似咖啡拉花咁样嘅，我试下先。你真系够体贴啦，自动叫啲暖嘢俾我食。蘑菇汤，仲有一粒粒嘅蘑菇喺入面，仲有黑松露味添啊，应该系有啲 truffle oil。你试试下，咦，咁得意嘅呢个，上面有 caviar， 睇落好似咸嘅，但系 pancake 皮嚟嘅，睇先，切开佢，哇，好 creamy 啊，仲有今次系你真嘅 caviar 啦。头先就系 wasabi caviar， 呢个系真嘅 caviar。哦，呢个系一个带子嘅刺身，呢个 dish 好特别喎，我夹俾你食下。咦？我唔客气啦。得意啊！个带子咧，其实系带子刺身嚟嘅喎，跟住咧，但系啲汁咧，同埋 pancake 咧，又系热嘅喎。因为它的汁又甜甜地，这个 dish 好得意啊，又咸又甜又生又熟。这个我都是未试过的， good job。哇，好靓啊，块猪扒，这个应该是黑毛猪猪扒 main course， 试一下。哇，切落去好 soft 啊！我知道佢系慢煮嘅，所以食落去一定好 juicy 嘅啫。我试下先啦，我唔客气啦。啱啱好，跟住出面咧有少少好似 char grill 咗，有啲 grill mark 喺上面咧，少少窿窿地，好香啊！俾试下。
风水啊，嗯。嗯，我最中意嘅 course 甜品。嗯，边个嚟噶？嗯，我嚟嘅。点解会咁嘅？哦，原来可以影张相，跟住摆上佢哋个 app， 跟住咧餐厅咧就可以为客人 print 个样上去 coffee 啊或者 dessert 上面啊，咁得意嘅，真系未见过啊。嗯，好味啊，酸酸甜甜，这个都不错。你知道我平时喜欢吃朱古力的，但这个呢都不会太酸。嗯，还有我的样子在里面，够晒得了。嗯，嗯，好不好吃啊？有我的样子特别好吃，是不是？嗯，这餐也不错，我挺满意。我为了奖励你呢，其实我已经买了下个星期机票出发去法国了。是啊，我用你的 account 买的，我还帮你请了病假添。我们快点回家执行李了，好期待啊，终于可以去旅行了。买单，麻烦。喝包。买单。